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文爹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对战地图，叫做啥啥啥啥啥生化模式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总之，它的玩法就跟那个野人模式差不多。规则的话，游玩规则我就不废话了。总之，它那个开始游戏之后会随机抽取一名玩家变成野人。如果你们是在卡到虚空的话，尽量不要退游戏，等待。狗当他会第一时间去那个陪你的。对，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别说了，我哥已经浪费了18块钱。来吧，心都是痛痛的。啊。才18块钱，是啊，368呀。等一下，我得找个方法从这里跳上去。哼，来，冰冰了，等我。哎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在默默的打开我的专属武器库。那是太极玩家的武器库。先不要偷我屁股啊！我在那个啊，我在提取武器啊，不准偷我屁股啊。冰冰乐，等我，冰冰乐，不用着急，我马上就跳下来陪你一起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再切换下键位，好，最后一下，好，很 nice。这个血量提升，哎，血量恢复，来吧 ，come on，OK， 我来了，冰冰乐，你可以那个啥了，你可以用传送阵。你没事儿，你走呀，你就在我面前呢，冰冰乐。小丧尸们，你们在哪呢？你就在我面前呢，冰冰乐，快走。哎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应该是他们的门。我打到他了，过分了哈。我打到谁了？冰冰乐，你要不退一下游戏？你卡在虚空的话。狗当，有本事你出来！不跟你说话，有本事你出来！看着玩耍，感受氪金玩家的轰炸吧。表示氪金玩家惹不起，咱溜。啊！哪去了？巴雷特，倒下！哪去了？倒下！社会，倒下！社会人的毒打吧！社会绿巨人，你们居然叫社会绿巨人？对呀，来感受社会人的毒打吧！哒哒哒！哎，我躲，气不气？又不是上来打我呀，又不是跳起来打我膝盖呀。社会人的毒打，我跳不上去，那我跑不行吗？你们人哪去了？这个谁？这个社会，这个丧尸是谁？狗当，社会狗当，激活他，哪去了？社会狗当呢？哎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在那个坑里面还想出来啊？不存在的，我告诉你。我还真出来了，后面，你们不算，看你们后面，他们冲上去了，注意你们的后面，是不是傻？啊，我没看出清楚那个技能是啥呢？哎，还有人呢？你们社会绿巨人呢？哎，我躲，还想放技能打我？不存在的。右键第三个技能就可以，就是那个重生就可以从虚空出来了呀。哼，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氪金玩家，你还想跳上来？不存在的，给我下拳，跑上去找你们了。你们屁股看看，你们屁股后面，我这家伙是谁这么肉？哎，你们三个想干啥啊？表示不虚，哎，这从哪里绕过去的？这两个社会绿巨人，雷呀，雷。你们是从哪里上去的呀？还有6分钟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这个家伙，这个家伙是谁啊？还想找这个地方，找这个地方跳上来？坚持就是。等一下，我换个枪。我这个枪没有准头的，不好用。这个呢？我也要变成科技玩家了。哒哒哒。哇那个小朋友一拳一个小朋友，那个叫什么戴森那个地方特别安全，我的天，跟我这里一样特别安全。
哎我躲，哎我走，社会刀已经解决了，只剩下四个人了，三个人，五个人来呀来呀，哎我看到谁在这里躲起来了，你们想干什么啊？想干什么？社会绿巨人，倒下！哎，我走，这个肯定是狗当，不用说的肯定是狗当。哎，人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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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按道理来讲，就你一个，还有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不下来，我不下来，他们都在我旁边，还想打我啊？啊！你这个手雷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射速快一点的话，就会有点难躲了。没有在你旁边，没看到呀。哎，我在躲。哥哥屁股后面有人在打你。这谁？倒下。哼。我这个地方要躲，要在那中间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每个人一炮的话，我就会被你们轰下去，完蛋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我就知道，哎呦，我这嘴巴开过光的。哥哥，你怕是没有被社会人毒打一顿，你现在体会到了吗？哎呦，我现在感受到被社会人的毒打了。请叫我们社会绿巨人。猪，快快快快快快！这个角落，兄弟们，社会人毒打他。社会人表示。跳不上去呀、啊，怎么办？毒打他，赶紧毒打他！嗯，从这边可以跳，社会。那里什么鬼？那里跳不上去的，跳不上去的。可以跳上去的，怎么会跳不上去呢？不就过来了吗？好，我也过去找他了。冲啊啊啊！冲啊！请接受社会人。他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快打他！毒打！真可怜。还有一个哪去了？还有个呢？还有四分钟，哥哥。还有个哪去了？都哪去了？是不是在这边啊？哎，我刚刚看到什么枪在打我？我刚刚看到什么枪在打我？他去哪里了？他们在上面，我看到了，在上面。在哪个上面？加个血先，小伙子我来啦，社会人的毒打，你成功的化身社会人毒打你的小伙伴们，哎呦，这个可以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